你们饶了我好不好？这来都来了，这婆婆妈什么啦？对啊，你都赶穿酱了，还在那边好看？可以，没问题的啦。再考虑一下嘛，拜托。你到底在牛逼什么？去啦！不要闹了，我拜托你。去，揍死你哦！ 请问有人在吗？请问有人在吗？好像有客人，那我先去招呼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你忙你忙你忙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你好。 你好，需要什么帮忙吗？我车坏了。干嘛啊你？你有什么毛病啊？没有，我手不听使唤，不好意思。你是来修车的吗？他生气了，他好像没有。什么毛病啊？我很尊重你。尊重什么啊？不好意思。 其实我车没坏，我搞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晴天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高塔公主。